喵不要面子了哦，溜了溜了，不好了，哼，就是。全是公主，有别太厉害，不请配乐也不是重点。那就已经发生了。对呀，这招好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么多歌变马听。不，等等等等，不是，为什么呀？我就知道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想要在这里训练，必须要过我的夜沙湖。我招，管你是不是搞狮王的帮凶，让我的红云飞破冰甲好好教训一下。小杰，那夜沙湖和普通跳跃战士不太一样，他面前其他的跳跃战士都是过时的废品，最新型。怎么害怕了吗？搞狮王的帮凶，那我就是非常厉害的废品了。现在我的手停用，小玉，我想只能靠你了。大苍龙，你来配合小玉，好好训练。谢小玉，只有大苍龙的力量才能应付这场比赛，相信我。我才不信，是最强的。大苍龙的威力会让你更吃惊的。像个傻瓜一样别动，快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，可恶，快动手，一个人
要大张旗鼓的跟我摆个烂好，要不然我还得过你们家，是吧？我不上。我是来测试你警觉心够不够，就算是背后也不能大意，瞧瞧我的厉害。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犀牛博士的计划了，一定能的，一切都太迟了，只凭我们几个是不可能赢过犀牛博士的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杨成伟，你这笨蛋，幸好现在是说好计划的时候了，亏我无恙还把你当成竞争对手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模样。